我要捡走。这么快就到了？他怎么打我屁股？他是在骚扰我吗？我感觉好奇怪哦，他怎么可以打我屁股？不行，我要说出来。洛西，你怎么可以打我屁股？我感觉很不舒服哎。傻小啦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屁股是不是什么私密部位？而且你不是应该很舒服吗？走了啦，不是要看电影吗？走啊。他打我屁股。哎呀，没事啦，看电影啊，走啊。身份转换器。哎，我以为你会迟到哎，想不到你这么早到。对啊，哎，朋友归朋友，该尊重还是要尊重吧，干嘛打我屁股啊？哎，你反应会不会太大？屁股又不是胸部，而且女生不是都喜欢男生打屁股吗？我告你们性骚扰。哎，屁股而已。你看我最近变好胖，我不错，我变雄伟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哎。你也变太胖了吧？对啊，你看你的肚子，还有你的奶，都快比我的奶还要大了啊！好可爱哦。等一下，你再摸我就要告你性骚扰了。怎样？不给摸，摸一下会死哦。谁叫你奶那么大？哦，不要哦。干嘛？走了，吃牛排了，走了。对啊，走了走了。身份转换器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你这么久没看到你，你的奶怎么还是那么小啊？哎，对对对，哇，我来搓搓看，哇，好软哦，好软哦！我心里的奶都比较大嘞。哎，我要告你性骚扰！你干嘛啊？我又没有抓你。你这样子对我很不尊重哎。啊。而且这已经告成性侵未遂了。啊。如果我不阻止你，是不是要抓去？没有啦，只是搓搓看而已嘛。他只是开玩笑的啦。对啊，你刚刚应该只有搓吧？对啊，你没有抓吧？没有，我没有抓。哇，老师，你肚子这么大，看得到你的小鸟吗？当然看得到。你看他这么大，都看得到。他怎么抓我啊？告你性骚扰。对啊，告你性骚扰。开什么玩笑啊？没被摸过。我们男生也是人啊。对啊，来，身份转换器。哇，好久不见！好久不见！哦，听说她很久没有交男朋友哎，真的哦，啊、哦，那想必下面一定很紧很水哦。对，说什么啊？我告你啊！哎，佛心，你知道我的外号叫什么吗？什么啊？哈根大师。好恶心哦！我要告你性骚扰。我是说冰淇淋啦。哎，我问你哦，你喜欢吃肉吗？喜欢啊。哦，所以你也觉得肉棒吗？我觉得你在性骚扰我。我是说肉棒哎。你自己去跟法官说。就你喜欢吃肉，不是肉棒吗？OK， 来到了这个花絮了。刚刚我们演这个东西，一定有网友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你可以戳他胸部，你可以摸他下面？我没有说好啦，其实我同意，他也同意的情况下才拍摄的，为戏去演出，对，你情我愿，当然。而且最近是有这样的议题，我就是到底是男女有别，还是说分辨那个长相好或不好看，然后来决定说是不是性骚扰？所以他的那个定义是不是很模糊？我觉得女性占比较大的权益优势，对，他说出来的人家会比较同情，但是男生就显得没那么，就是觉得你在装啊，但其实有时候男生是真的会觉得不舒服，男生也有权利觉得不舒服吧？对啊，对，就假如说你摸我，我觉得不舒服，因为你不是正面，就可能是这样子。好了 ，OK， 那这个只是小小的演一下给大家看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重视这个性骚扰的议题，然后男女互相尊重，对，谁都不侵犯谁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